嗨，大家。哦哟，就是在重要场合的时候就会长痘痘啦，压力很大。因为昨天还没有，我今天一起床看到我吓到。今天是一个痘痘天吗？彩妆师水上有洗蛋。哇塞 ，Corey， 嗨。你看他身上有多可爱 ，Human Made， 好可爱哦！我没有搭过阿联酋航空，然后今天要来体验一下。我们正在等 check in， 很多人都忘了跟大家解释了。你看我现在是长发，我要在欧洲变身啊，变另外一个人。因为我跟陈雨萍说，如果你再是那个长度的头发，你就自己去欧洲吧你。讲解一下，我刚才在想说，大家应该知道我 Corey 变了一个人吧？因为他去，对，他去隆鼻，是他变了一个外国人还高了。就想说他自动通关到底会不会过？我刚才想说他应该不会过，我要在那边等他，居然过了。我已经抱着就是要重办，或者是要走那个什么手动那边了。对，结果居然过了，所以大家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跟整形人差很多啊。我们找到位置了，好赞哦！是第一排，这位置超大的，好赞哦！吃饭了，我选的是鸡肉，赞啊！鸡肉炒饭，这么好吃，好吃哎！而且它满满的蔬菜，蔬菜也太多了吧！而且他们用的是铁餐具哦，相当环保，讲究环保。吃到剩最后一口，这炒饭真的很好吃哎！我有被吓到。好，跟我一样不敢吃的人应该居多吧？好好吃哦！你看我挑的这么干净，我想说我自己已经吃得很干净。你看这个人，而且我吃不完这个哦，你不觉得很撑吗？平常那我都吃不完东西。一口会占据嘴口的，它可以吗？就是我现在吃不完，我觉得好懊悔。扎实的 brownie。哎、欸，你比我还厉害，超猛的！我这个也没吃完。我们现在是转机，9:05，只有杜拜才会搞黄金这样子卖耶。帮我们继续逛一下。一早起床在那边给我逛金条。1, 2, 3，长辈的最爱。哎、欸，你结婚我一定送你一条。结装了一个耳环，转机的时候真是可怕、啊。你们看杜拜机场的人到底有多多？早上6点多，那星巴克满到没有位置。然后刚那个躺椅，我们要去找躺椅，完全没有空位，大排长龙。我们抵达威尼斯了，哇！这是威尼斯机场，好亮，天气好好。我们走来这里要搭这个水运，就是我们要搭的那个地铁。来了，发现我们真的要先搭船呢！天哪，好酷哦！太可爱了，你看天气多好，那个波光粼粼，好漂亮哦！我们成功下来船舱了。我一直想说，我到底会不会晕船？晕船还是说对这里的人晕船、啊？当然是好几位我都 OK。他这个整个船舱里的人都让他晕船。之后搬了这4颗行李，要走10分钟的路才能到民宿。然后我们已经疯了，因为这里不是楼梯就是桥，就是这些砖瓦石子路。我们需要一个挑夫，但刚找不到。Ariel 出现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我们比较晚到 Airbnb， 所以 Ariel 先帮我们跟房东拿了钥匙，我们现在要上楼咯。然后我们住在这个教堂的对面，这个教堂。哇，这是我们的一楼，从一楼就一整栋都是我们的。你看，这是阿妈家的地板。对，可是阿妈家的地板还有这个水晶吊灯，这很漂亮啊。就是阿妈很喜欢各种风格。厕所的部分是有另外装潢的哟。
看待厕所出去会到哪？这太小了吧，都胖子都不能来住是不是？哎，主卧室，主卧室，这个床很大哎、欸，可以睡两个人。这床好巨、喔，我们整团六个人应该睡得下。阿嬤家那种哦，这是阿嬤家的厕所，而且好小。阿嬤这件是阿嬤的厕所，对，上下铺的部分可能要校外教学。对，今天喝太醉的人就不能在上下铺啊，然后这里还有一间。整理一下自己之后又出门了。哎，有在看我 vlog 的朋友，记不记得我之前在东京有一间甜点店？我朋友跟我介绍说这是意大利甜点，就是这个南艺的甜点。Bangkok Gyro， 怎么拼就怎么拼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点餐，然后我们走到外面的户外的位置。哇，户外位置好浪漫。这天气太舒服了，现在是我刚看手机是12、13度，就是 Ariel 的先生，嗨，嗨，意大利好吃的饼干，这一口就知道了，好吃的，我喜欢吃的，然后什么好吃快一点，没有味道的饼干。我吃了这个面包，然后就想说有奶油配吐吗？然后 Ariel 说，意大利人非常讨厌奶油，他们觉得奶油是法国人才能用的东西。所以意大利人都用橄榄油，是因为我都在巴黎吃这个面包，然后我都涂奶油。来，欢迎融入我们意大利的文化。好，知道了。奶油了，知道了。啊，可是比较喜欢奶油哎。走。我最喜欢的水牛精干贝，我不敢吃的火腿。别莫说不了。Grazie, sei. Cheers, yay. 这看起来好 Q 哦。哇，这是意大利的名称，叫什么名字 ？Spritz Apero and Spritz Campari。很甜，这个很甜，这个更甜，太甜了。看出来现在已经夜晚。腊肠，意式腊肠，意式腊肠是烤章鱼饺子。就那个 paper， 看凤梨哦。Yeah, like it out of my。我 honestly 这上面超好吃哎，要先吃一下。因为你吃的海鲜蛮厉害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6点，摄影师已经起床帮我煮早餐了。哇，今天我会不会这个妆已经太漂亮了？Ukray 在帮我测光，顺便获得一些观光证。我现在要走去前面的广场，这是一个钟。哇，这画面！哇哇，好壮观哦！我们拍完三套了。你们先刚拍完，感觉怎样？心情太好了，好漂亮啊！我们现在要换第二个造型。我们刚刚甚至还在这种床边拍照，哎，算是物尽其用啊。我们刚才非常的赶，然后我们现在排到第6套。你这支想要什么水果？我西瓜好了。西瓜，西瓜。它叫什么？酥手。对，它可以选饼干杯跟甜筒。我要吃开心果。
你吃什么呢？开心果跟草莓 cheese cake。好吃哦！今天是吴Corey生日，我们带他来挑蛋糕。你想要那个黑巧克力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。买了蛋糕，生日快乐，船长生日快乐。那我 Corey 刚点完饭，然后就想说，剩下一个小时可以逛街，我们一定要来选的。而且我们发现，因为经营大概离我们才五分钟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哇，来给大家看一下 LV， 然后 Balenciaga、Cartier、Bottega， 然后 Miu Miu。我等一下去看衣服，第一站先去 Chanel。我今天要买一个生日礼物。手纽到了，然后我们今天拍的超出自己预期的套数，我们相当累，我们要进去了。买两个礼物送我自己。店员一直跟他说生日快乐，因为拿他护照发现他是生日。我们刚刚又买了一些小饰品，送到人家打烊。哦，他们人好好哦，来带大家看威尼斯的夕阳。然后今天快速的20分钟结完账的一个东西，就一条 Dior 的项链，超美，这条很可爱，我直接戴上去之后直接说我要了。这么小的戒指，然后旁边有珠珠，很简约，然后因为它跟我这个空耳太像了，很可爱，感觉可以配成对，你看很可爱吧。今天天气比较不好一点，光没有这么好的照片，你们还是要喜欢哦，晴了。你看彩妆是这个利落的手法，对啊，我们在路边，而且鼻子好漂亮哦。我用鼻尖梳头，什么意思？太妙了，鼻尖太妙了。然后刚刚进度比较快。现在是换上了第五套哦，好可爱的狗！我们来附近买这个潜艇堡类的东西，然后跟他点餐之后，他会在里面加热。开车了，辛苦你们了，宝宝们！我点这个 Maserati。看我笑出来，这花式手法哎，为了这个镜头，他刚刚连表情都变了，对啊，有啊，刚刚本来是这样。他刚才跟他想法就是做一个角度，你这里还给我，还有一个拉下来。我们今天比较早收工，所以就有比较多时间可以逛街。这个桥啊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桥吼，我们大概起码走十几次哎。威尼斯真的很小哎，我们这已经变成威尼斯通了，都不用用那个 Google Map。我们刚刚买的这个没有很好吃。喂，好漂亮的地方。啊，这很乱。我们刚刚回来解这一颗包包，我要把它带去下一个城市拍穿搭。我们回到这个广场了，但下午就是现在没有太阳，不过非常多人坐在旁边，你看大家都在喝咖啡。高级的餐厅，这是我们在威尼斯吃到最高级的餐了，贵的东西都很多，难吃的可不少。对，我们走进来发现这是一间全货店家自有品牌的，因为像富景树的店，哇，这个河景第一排的餐厅好赞啊！哦，好漂亮。我们的饭来了，烤厨师在黑暗中，还有一些海鲜的面。我刚刚点的松露，居然是白松露。
白松露比较香。吴阔瑞最喜欢吃的那个好恐怖，这好恐怖，我会怕。我期待已久的豆豆饭。就是虾子虾。嗯，豆豆饭里面很好吃。好，我问了你吃豆豆饭。那豆豆。豆豆饭是好吃，其实我一直吃到豆豆了。我们吃饱了，吃饱了叫 Uber 了，叫 Uber 来了，我们的 Uber 来了。哇哦！我觉得晚上真的太漂亮了。对啊，这里晚上好漂亮。嗨，刚妆发完毕，今天是直发。一早帮我妆发完，还要收行李。战斗行程。对，战斗行程。今天好美哦，这个直发、啊。今天吴阔瑞说我是极速。没有，今天所有 look 都是圆镜头，好不好？好，张云。这是张云去 miumi 的那个 look。OK。我这个礼服实在是太害羞了，所以我把外套反穿。然后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其实之前我都会跟常常们说我不接婚摄嘛，然后这次是为了 Zoe 破例。如果未来大家有那个婚摄的需求，林真工作室有一条龙的服务，从彩妆、婚纱，然后到婚摄。然后你如果要去世界各地，你甚至连去北极，他都有办法帮你拍，只要你有钱。而且不会让你像新娘，不会让你像明星。明星，你们到时候看我的照片露出你就知道。你看吴阔瑞又在装了，知道有相机在拍就给我装，给我这里用。他现在下巴拉的嘞，哎，女明星你也来拉一下。而且他刚刚没碰我的脸，算是假，对啊，假的、啊。你看我镜头只要一拉近吴阔瑞那个下巴就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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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尖哦，真的是装模作样哎，超级好尖哦，跟你的鼻子一样尖。嗨，我们在选船，要拍摄的船，现在选到这一台。我现在在搭船拍照，然后我又穿着林真工作室的礼服。大礼服。对，我现在Zoe在上面桥上，我们女明星，嗨，女明星真的整个独霸全场哦。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。就走了耶，又走了，拜拜。行行行行，妈妈了，米拉法里是蒙达水果。我们刚刚就是沿着船嘛，这样子坐坐坐，终于来到一些我们没有走过的地方了，好新鲜哦！但也都长一模一样哦，没错，都完全长一样呢。会迷路哎！我们走来这里，这个馆好漂亮，上面还写达文西呢。这个阳光，童话故事吗？好酷哦！没事啊，我们误打误撞走来一个香氛店呢。你看后面有那个之前我介绍过那个蜡烛。刚刚进来闻了室内香氛，重点是他说他们在台中有分店，因为他问我们在哪里来，他说他在台中分店。这两瓶是木质调，我喜欢的味道。这两个，其他的比较花香较多一些。Luna， 好可爱哦！嗨 ，Luna， 嗨，是我跟吴阔瑞想要逛的那个意大利品牌啊！我怎么没看到？就是记不记得我在开箱的时候有说我在东京伊势丹买的那个香氛砖，可以挂在衣柜里那个，我蛮喜欢这个。最右边这个是那个烟草的味道。我们现在在搭公车，威尼斯的公车，渡轮船。这里是我们昨天吃晚餐的地方，我跟吴阔瑞在那边拍照的那个地方就是这里。一个慌张的、混乱的过来了，威尼斯的机场，我们要离开了。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城市。